回家。刚刚回来，估计挺累的了，折腾了一天，要不先回去吧。我送你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们难得一家团聚，你们陪陪他吧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送我。我。哎，你看今天是吧？你刚才不是说好了？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不，大小姐，我没惹你吧？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您这是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文言一回来你就换了个脸。人前人后躲躲闪闪什么劲儿啊！我什么时候躲躲闪闪了？你就躲躲闪闪了。不，你真的冤枉好人啊！我没冤枉你。也是啊，咱们俩什么关系嘛？至于在人前人后躲躲闪闪吗？是吧？我真搞不。你把送我戒指时候说的话再说一遍。在这儿。对啊。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那么庄重的话，你在这儿怎么说？此一时，彼一时，我就是让你现在说。你这样，你让我很尴尬，你是吧？我还让你尴尬？我叫你下来是帮你缓解尴尬的局面。又要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吧？要不你坐。闺女，该吃饭了。哎，哎，闺女，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呢？吃饭。该中考了吧？我就知道躲不过。刚考完数学，考怎么样？哎，妈，你说我要是考了100分，拿个全班第一，你会怎么样？乐死呗！真的？啊。爸呢？我跟你妈一块死。那还好，为了不让你们因为我的成绩优异而无谓的去死。我决定不考100分拿全班第一了。
我考了65分。65？ 啊？那不错嘛，从60到65，进步了。哦，这就叫进步啊！这什么标准啊？你妈当时65分。革命历史，革命历史，革命历史。还有我。妈，这次回来你还走吗？听你的意见，你是想让我走呢，还是想？不想让我走，当然是不希望你走了。那我就不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。爸，我把美国那边工作辞了，受省农科院的邀请，回来跟他们合作一个项目。这次回来，不走了。也不好。怎么不好啊？你不走，哎，我的作业就做不完的了。我今儿没回来，你不是也得做功课吗？我走这两年，家里家外都你一人忙。谢谢啊。从今天开始。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儿，家里边的事儿都交给我了。你把我当外人了，哪件事我不该忙啊？现在你回来了，全家都开心。嗯，来，走。欢迎你回来。大山，高敏生听得见吗？老子想骂你啊！一切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，解决的非常圆满。哎，你又喝多了吧？四海江花厂的老板丁某贵替县政府当了替罪羊。把他当成工伤死亡来处理的，给了一大笔抚恤金，一大笔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？这不是李代掏枪吗？让一个私营老板替政府顶罪，自己的屁股擦得干干净净，好当市政府去当副市长，好去做副市长的位子。来，喝了，醒醒酒。考察组走了。嗯。进行的还顺利？我哪知道，反正我该做的我都做了，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肯定顺利，而且还圆满。要不然你放得下心去喝酒去？我还不知道你。我们家老刘马上就要是副市长了。哎，要不然我再陪你喝两盅，怎么样？再喝两盅，我炒俩菜去啊。嗯，等着。怎么了？有事儿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有事儿说。
醒不歇醒啊！今天突然发生了一起意外的死亡事故，恰恰调查组在这儿，恰恰让康明生给撞上。妈妈睡，让她给我讲美国的事儿。你妈累一天了，明天讲啊。老爷，你干什么呀？我爸跟我妈都离婚了，他俩肯定不会在一起睡的啊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说你这小脑袋瓜净想什么呢？他们就算不住在一起，今天晚上你也不能缠着你妈，去回自个儿房睡觉去。这么早，我睡不着。睡不着啊？看书去。老爷，哎呀，睡去睡睡去吧啊啊！你背我，都这么大了还背什么呀？啊，不行，你背我不完，我不睡觉，不睡，我要不然我不睡觉，不睡觉，不睡觉。好，来来来，老爷背，老爷背背，哎呀，背背坨坨，大烟萝卜，乐乐大了找个婆婆。老爷。吧。怎么这么巧呢？正好你们俩都要选副市长。不会吧？老康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他是比较识大体。你想想，尤其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不会说什么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干嘛呀？我睡睡吧，你早点休息。到市场不是简单的事儿。你等会儿。嗯。给那个司机小张和他老婆买的礼物，还给那个任县长买的，给你挑了一块表，新款的，挺好的。太贵了，可不合适。别着你的身份买的，放心吧。来，戴试试。接吧，早点休息。喂，在家？当然是在书房。你不会就在我们家楼下吧？喂，是不是在楼下？啊？到底在哪儿？别跟我开玩笑。哎，你这么诚心折磨我呀？你到底什么事儿？查岗的电话呀、啊？都问什么了？当然是关心我晚上睡哪儿了。你跟人家发誓睡书房来的？用得着吗？你这样睡卧室，
我睡沙发就行了。你睡沙发？嗯。爸和孩子出来进去的感觉好吗？算了，我在这儿等。你吃什么呢？枣了，你不认识？哪儿来的？金华哪里的？不许吃！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？这不是枣。那这是什么呀？说的这都是真的。这事儿昨天正好让我赶上，所以我也没来得及赶回来到机场接你。就是为了往山下送这二愣没命了，扔下一个老母亲，还有一个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，你说这枣还能吃？算了，这事儿不提了。那这事儿你也别跟任何人说，要过去了。就当是一场梦。为什么不提？我和刘忠都是副市长的人选，如果这个时候我把安和的这档子事挑出来，大家会怎么想我？那你就瞒着。瞒着。睡觉吧。哎呀，嫂子回来了是吧？这样，周六我请嫂子吃个饭啊。我还要着急参加招商洽谈会，就跟你说一句吧。我是亲眼看到二愣的死，我还是想提醒你，对于这件事儿，你应该有相应的态度。刘市长，您请。孟书记，考察组的报告我已经看过了，他们对安和的工作非常满意，对县委书记刘忠的工作也十分赞赏。嗯，这是报告。好。一个没有瑕疵的干部，一份没有瑕疵的报告，这真是难得一见啊！刘忠的工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嗯，不到八年的时间就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，不容易啊。嗯，林松的考察组派下去了吗？已经电话联系过了，他们说呢，康培生正在市里边洽谈一个项目，要考察组等他回去之后才能下去。不过孟书记啊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棘手啊。嗯，是啊，两位县委书记都有出色的业绩，放弃哪一个都舍不得。你的意思呢？林松的考察组虽然还没有下去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康明生的工作应该是出色的。我听说呢，林松正在上的几个大的项目，都是康明生亲手抓的。我就在想啊，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把他调走的话，
那会不会影响林松的工作呀？再说了，任县长年纪已经大了，不可能再提拔了。这个时候换一个新的县委书记，还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嗯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意见是，先考虑刘仲的问题。关于康明生那边嘛，可以先派一个副书记过去，熟悉一下工作，逐步接受。至于康明生提拔任用的问题，最迟明年上半年就可以解决了。那么安和县的县委书记人选怎么考虑？啊，现任县长王旭光刚刚50出头，嗯，从年纪上来说，他可以再干几年没问题。他是老安和了，对当地的情况也熟悉，跟刘仲的配合也非常不错。这样，你们先拿出一个具体意见来，等上完常委会之后，再报省委组织部，好吧？好的，我先回去。来，这是我给您带来的美国最新的降压药。哦，好。但是啊，您可得听医生的，还是不能喝酒。天地良心，我向毛主席保证，从上次出院以后，我就没喝过酒。哎，小兰和小春把我的酒藏哪儿，我都不知道。真的，一个多月了，我到现在连酒什么味儿忘了。哦呦，真的？要不然我出去给您买两瓶三英俩。不用知道，真没喝过。不信，你问小春。小春，你跟文姐说，你说最近我喝酒没有？没喝，我把他那酒啊都藏到柜子顶上去了，这不爬梯子根本够不着。天哪，你这不就叫告密吗？这姐完全就知道酒在哪儿了吧？这下我知道了。你下次都不用梯子了，弄一椅子爬上去。不，还得用梯子，我够不着，够不着。我听说你这次回来，是农科院的周院长亲自把你请回来的。哟，看您坐在家里，尽知天下事呢。你这消息够灵通的。当然，我是谁嘛？说你这个项目非常之好，要弄成了，你可给我们市立一大功啊！您可别吓唬我，我这压力太大了。不行不行，你吓死我了。我相信准能成，准能成。爸好吗？好，天天在外边玩。好，哎，说起玩，你跟你爸说一声啊，现在脾气见长，输不起，动不动就耍赖。上次跟他下象棋，下了5盘，输了3盘，呵，气得不得了那样子，真是。我爸说您是臭棋篓子。谁说的？我跟你，憋了个马腿要吃我的蛆，哪有这种事儿啊？我这么一说，哎，老头眼睛瞪得这么大，要掀我的棋。真的。我爸说您老耍赖，还老毁棋，还假装看不清。老领导，您看我给您带什么来了？哎呦，哎呀，老。地道的喜酒啊，这酒稠的都能拉出丝儿来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我也在啊。你看这出门没看黄历，自投罗网了。没，我替我爸和我们家啊，谢谢您这酒，我这就带回家了啊。别，你爸血压比我还高呢，这别说喝了，闻了他血压都高。小川，小川，快，把他搁在柜头上。我喝不了，我看嘛。来，坐。哎，有事儿？啊，有些关于人事方面的事儿呢，我想跟您聊聊。啊，说。二位领导，我，你们谈工作，我回避，我可回避了，我回家，不许偷喝酒啊！保证。好嘞，再见。谢谢你给的药啊。好嘞。问你爸好啊，没事来下棋啊。好。喂，小兰，有事跟你说，要不然咱们老地方见。好，我现在往那儿去呢，我在那儿等你啊。安和的考察报告出来了，他们对刘仲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这让我很高兴。可是同时，也让我很头疼啊。你呀，现在手里攥了2个翡翠，底座呢只有一个。不知道欠哪个好，
所以来请教您啊，老领导，他们两个是您提拔起来的，您比我更了解他们。你说这事儿是真的？说说我好受多了。哎，看门医生可不让我跟别人说的啊，你别到处乱说，尤其别跟静华说。本来是他们家的事儿，再加上他有八卦。刘仲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这事儿是真的，那这样的人怎么还可以继续升官？你答应我给我保密的，文艳姐。你觉得康明生保密这件事情是对的吗？那你让康明生怎么办？他有他的苦衷的。是啊，他不想做小人，连君子也不做了。什么？谁告诉你的？是谁跟我说的？您就别问了。反正这个事儿不是空穴来风，是言之有据的。丫头，一个干部在调动当中，风言风语的有人说，闲言碎语，这不奇怪啊。但是，你说这个事儿，可不是小事儿。要是空穴来风，那可是诽谤罪。反正信不信由您。总之，说这件事儿的人，他不是一个喜欢造谣生事的人。康明生，是康明生说的吧？哎，你可别乱猜啊！这事儿可不是人家康明生告诉我的。丫头，你我还不知道吗？你不是一个喜欢听信传言的人，也不是一个能够轻易相信别人的人。要不是康明生跟你说，换了别人跟你讲，你绝对不会相信。哎呦，爸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事情真的跟康明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发誓。那你给康明生打电话，让他马上来。爸，打，少啰嗦。来了，红枣里的大枣。昨天那一小盒哪够啊，大爷，您也在呢。华哥来了，正好，您尝尝。哎呦，可甜了。哎呦，哎，这得行。红枣里那大枣，这可是西干部，全靠你们这刘仲的啊，才有这口福。那得洗洗啊。不用洗，这装包装的时候都已经做过清洁处理了。挺甜的，你尝尝。挺甜的。我胃不舒服。哎，闺女，不对吧？刚才你跟我说，胃还挺好的呢，要带我跟乐乐外边吃饭呢。你跟我过来。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看你脸色不对。没有，我真的是。你会骗人吗？会吗？本来就不是那说谎的人，有什么事儿说。我骗你干嘛呀？电话响，我接个电话啊。这可不是骗你啊。小兰，什么事儿？你说什么？你跟你爸说了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就顺嘴吐露出来了。你答应我保密的，林小兰，你怎么言而无信呢？哎呀，我不是要故意出卖你和康明生的，我爸他太聪明了，一下子就猜出来了，现在还逼着我要人，我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啊？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那就告诉康明生。哎，你说你们两个啊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。啊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
你们俩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？哎呀，你怕什么呀？这又不是你的错。再说了，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原则，反正我支持你啊。你好，哪位？李什么？是我。林书记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到处找你找不着。哎，跟你说话呢。我正在忙着洽谈一个投资项目。哦，林书记，你有什么指示？不敢说指示，只是想在不影响你康书记正常工作的前提下，能不能到我这儿来一趟？那好，好啊，什么时候？马上。哎，老刘，哎，听说你们那个招商会搞得很成功啊，恭喜你。还可以吧。老刘，你今天不回安河了吧？啊，回，县里有个会，一会儿就回去。不，你别回去了，你等我。啊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你容我忙完，好吧。康明生吗？给我进来！林书记，坐。小兰跟我说那个事儿，我想亲耳听到你跟我说一遍。怎么，还要我提醒你是什么事儿吗？民生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你放心，没事儿。我爸这个人我太清楚了。他现在除了坚持党性原则，外加一身的病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把人叫过去，就是想发发牢骚，出出气。毕竟这个刘仲是他亲手带的，我爸是那么的欣赏他，他怎么他回来了？金花不在家，来你这儿蹭口饭，完事回安河。哟，大小姐也在这儿啊？不是你俩干嘛呢？谈判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这儿没你的饭，你回去叫外卖吧。走，走。不是，哎，没你饭啊！你。我问你，这个事儿，如果我不找你，不问你，你是不是准备就烂在肚子里边？你能瞒得住吗？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这么多人都知道，你不说，自有人会说的。你党性哪去了？原则哪去了？你的良心呢？我也知道这事儿瞒不住，可是，可什么？你们俩狼狈为奸，刘忠要是鬼子，你就是汉奸。可的确，这个中间有些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有些什么事儿？不就是那个副市长的位置问题吗？
不就是牵扯到你们的个人荣辱吗？哎，人命关天哪！啊，人命关天！这草菅人命，损坏党的形象，这个责任，你担当得起吗？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啊，谁给你这个胆子？现在马上回去，把你刚才说的那事儿，实实在在写一份报告，交给我，我给你递到市委书记那去。林书记，去，还要我送你回家？晚上就交给我。还是算了吧，我看。有什么你就说嘛。刘忠，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，就不能坦诚点，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吗？撒一个谎，要用无数的谎言去掩盖它，这个道理你懂吗？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你累不累？你累不累？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你让我说什么？嗯？你想知道真相是吗？真相就是，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，意外的事件。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你干嘛抓着这个事情不撒手啊？咱们俩别在这瞎扯，好吧？好在还有时间，你自己把握。这么一件事情的真相你都不敢说出来，你有什么资格去当那副市长？这事儿恐怕你说了不算吧。Thank you.
跟你来道个别。安和那边催我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哎呀，老康啊，这件事情呢，咱俩是独家到方，上下都很难。既然事情已经得到了处理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翻腾了，行吗？大刘，是面对，不是翻腾。哎呀，你说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？行了，门你自个儿关吧，关轻了不是，关重了也不是。上的那个云彩，红的那个红门，天佑羊肠小道上那个海，歌声远，秋风吹过那个海，埋藏香油，爬上山顶那个黑，望天边，高速路那个羊肠道，看看那个前面，前面那个那道坎儿，正午的那个阳光，真耀眼，闭上眼睛那个黑。